哎呀，真累啊。不过这个设计真的很棒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的林大伯也不正常了呀，昨天工作到几点了？这个丫头就是太倔了，明明都已经很好了，但她总是不合心意，才修改了那么久。幸好最终有她满意的。嘿嘿，我们今天早点下班回家吧，盛君，不对，江市长，你把方案发给负责人了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保证顺利给他发过去了，连附件都没落下。现在他们可能在开会，大赞咱们的设计呢。好，那么咱们就下班吧，咱们也需要休息一下。啊，好，好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出了什么事？负责人来的电话，我也不清楚。他说把意见发到邮箱了，让我们确认一下。您辛苦了。这些人不是神经病吧？现在才说，让我们怎么办呀？要不我打电话炮轰他们？你别瞎掺和，受打击的不是你，而是人家。高档的轻松感，既要高档还要轻松。今天天气真好啊。不行，慧琳，你去休息一下，这个我来完成就好，你可不能疯了。你明天不是还要去上课吗？哎呀，这我又不能代笔，真快要疯了。不用了，反正挺到明天就行了，我可以再设计一次。好啊，我来准备辅助的方案，我们再加把油吧。盛君，你去查一查同一系列的产品里有没有把轻松感作为主要风格的，我们不能和人家重叠了。慧琳，喂，你没事吧？你在那干什么呢？嘘，你们看，那边有一只小可爱。所以说，敏教授的意思是。